四爷来了，这么啊，偷偷摸摸的，可不像你们兄弟风格。嗯，上回封神之战，你打败我们四兄弟，用的手段，不也是偷偷摸摸的吗？说的也是。杨戬，我一直劝他们，说这事不会是你做的。可，哎，此事你认个罪。 如果你有什么难处，我会替你向天庭分解的。不，我做什么事了？我哼，什么事？你与沉香同谋，欺师灭祖，伤害同门的事。我，我啊，不是。